这么小。哦。是吧？就这一条鱼是比较大个的，大概有一尺多长。这种抖鱼的方式还是，我看效率蛮高的，是吧？一拍它就下来了。全民参与，朋友们，现在是分鱼了，你要拿的东西是吧？每人分一点，然后参与的基本上都有吧。